推荐啊，就是剧院粉丝非常喜欢的，不论新加坡、港澳、马来西亚的粉丝啊，真的是我们剧院粉丝今年最喜欢的款式，假两件式拼接的感觉哦。首秀一样做一个非常亲肤，然后我觉得它有磅数，然后呢是笔挺的料子，所谓的磅数不是热，是笔挺的料子，然后拼接了条纹，你有觉得我的身形看起来瘦瘦的吗？我先放出来，它是到 L 号都可以穿，连夹口、胸围、肚围到 L 号都可以穿，看得到的粉丝都喜欢。条纹呢，我讲了，买不好就是变胖，就是变横向发展。那今天呢，这一套我就是完全显瘦高挑，完全显瘦高挑，而且非常的百搭实穿。那首秀呢，刚刚讲它是有磅数的衬衫布料，中间呢是一个就是薄针织，但是它没有什么洞洞感，所以不太会透风，也是能够微保暖的。那在新加坡、港澳、马来西亚，我觉得是 OK 的，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首秀就是没有毛衣的成分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这也是另外一种穿搭，我觉得穿搭起来也非常非常的亮眼好看哦。好，那这一件呢，我只能觉得它不论是肩宽、胸围还是身形，都修得非常非常的瘦。